我想想，按之前的计划，我们还需要买什么？好香的味道，是生米香香，我们买一点吧。那现在加上去。这不是旅行者和派蒙吗？我们居然会在这里碰到。你们好啊，好久不见了。哎，居然又是你们两个人的组合。迪西亚，你不是已经回沙漠了吗？只是贴身保镖的工作不做了而已，又不是闹翻了。我和迪纳泽代还是很好的朋友啊，胡马一家也还会招工，报酬优厚，我和兄弟们自然没有拒绝的理由。这几天他接了我家的工作，我就让他直接在家里住下了。父亲和母亲都很开心，说之前迪西亚不在，就像家里少了个人似的。他们太夸张了，总是那么热情。我工作已经完成了，本来打算买点东西就回团里，老爷却硬要再留我一天。多待两三天也没什么关系啊，我父亲还没来得及给你做他的拿手菜呢。你知道我安静不下来，小姐。没关系的，下次还有机会啊。真佩服你，听到拿手菜三个字也毫不动摇。啊，对了，之前你说下次再带我去沙漠，要不然就今天出发吧，还有好多地方我没看过呢。不好意思，这次还不行，我们团还有些事要处理，最近沙漠那边也不太平。你都拖了多久了？上次也是，上上次也是。抱歉抱歉，再给我点时间，我好好的帮你安排一下。好吧，知道了。其实我不是在任性的提要求，而是某种直觉之类的东西吧。这次从你到我们家开始，我就觉得你行色匆匆，心神不宁的。是不是你遇到了什么棘手的事，才把我们的约定一拖再拖？没有了，你想多了。那你能保证吗？朋友之间不应该互相欺骗，只要你点头，我就不再追问了。但如果真有什么事，你大可和我说实话，我会想办法帮你。是不是被提纳泽代说中了呀？哎，小姐，你真是太难缠了，什么事都瞒不过你。我本来觉得佣兵圈子里的事，小姐你没必要知道，知道了也只有坏处。那是个弱肉强食、趋利避害的世界，和这边太不一样了。可还是那句话，我们是好朋友，不了解你的顾虑，我又要怎么支持和帮助你呢？小姐，你也没必要这么固执啊。好吧，实在拗不过你，我们换个地方吧，这里不太合适。就在这里吧，尽量不要引人注目。镀金旅团人数众多，组成复杂，其中有很多像我一样的佣兵，四处寻找工作赚取摩拉。我的团名叫赤光猎兽，规模不大，但团里接纳的都是有血性、讲义气的好人。但还有另一种旅团，为了摩拉可以放弃所有的道德底线，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名叫神王之遗。神王，对镀金旅团的人来说，又是神又是王的话，没错。我听说你们曾经和阿赫马尔之言打过交道，他们就是神王之遗的附属团之一。哦，是那个卖神明罐装知识的团，确实感觉不像好人。神王之遗由诸多类似的团组合而成，再由总部从上而下统一管理。本来平时我对他们都避之不及，但这次兴风作浪的那个团名叫阿赫马尔之虚。虚就是胡须了，大概吧。名字很蠢，我知道，以前我就很嫌弃，但重点在于这是库塞拉，我父亲的团。我有点理解你的难言之隐了，不过他们到底做了什么？细节我还是不描述了，小姐。总之就是大量的暴力事件，应该有上百起吧。
这么多？嗯，现场往往会非常惨烈，他们会把钱财洗劫一空，然后再灭口。受害者不只是商队和普通人，还包括了其他的佣兵团。这已经敌我不分了，就算再没底线也……我不知道神王之一内部对这件事是什么态度，但近几年他们越来越猖獗。如果我再坐视不管的话，我现在的团还有阿如村的人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会被选为目标。哎，那家伙这几年到底在想什么？你的父亲原来是这么可怕的人吗？人都是会变的。以前的他在我印象里虽然没什么出息，但做事还有底线。这评价好像也不高啊。不然我怎么会离开阿赫马尔之墟和他一刀两断呢？他大大咧咧的，特别吵闹，性子也很随便，成天不干正事不说，总是酗酒，还很好色。团员们也会跟他一起折腾，行程一闹就是一整晚。哇，就像噩梦一样。那你的母亲呢？没有阻止他们吗？很遗憾，我不知道我的母亲是谁。啊，对不起，迪西亚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没事了，小姐，很多佣兵都这样。我不是说我父亲很好色吗？我就是这么生下来的。他说他也搞不清楚我母亲是谁。母亲他也从来没有来看过我。他虽然总说只要有爸爸在就够了，但基本上所有事他都丢给团员去做，只给我讲讲故事。关键是他的品味又很差劲，会的故事没几个，还都是老掉牙过时的那种。沙城的勇者战胜了林中的巨龙，佣兵克服万难终于救出了叛军手中的公主什么的，都是很标准的童话呀。嗯，听一两次可能还比较新鲜，十几二十次之后怎么都腻了。但他完全不觉得腻，反而越来越投入，还把团里的兄弟们叫来一起表演，给我准备的玩具也全都是故事里的道具，盔甲、盾牌、玩具剑什么的。后来我才有点明白，根本不是讲给我听，是他自己喜欢这么玩。哇，这个人好奇怪。哼，小时候我觉得他很幼稚，但这最多只能让我无奈，还称不上是厌恶。长大了之后，我偶然得知了神王之遗的所作所为，掳掠、威胁、暴力、欺诈，这些邪恶的行为在组织里竟然都是吹嘘的资本。他还有团里的人根本就不是什么英雄，而是故事里应该被打倒的反派。他们不会以为不让我看见我就永远不知道吧。我好像能明白你的心情，现实让你感受到了落差。不过没关系了，小姐，都是过去的事了。我和他大吵一架之后就离开了，再也没回去过。这次我要介入调查，也不是对他有什么多余的感情，只是想保护我身边的人。是的，我的兄弟们正在收集各路情报，绝大多数的报告都是暴力事件，此外还涉及非法贸易。我懂了，但这肯定会很危险吧？嗯，但佣兵的一生就是不断的和危险博弈，我很享受这样的生活方式。这对关心你的人来说，是一种很沉重的负担呢。所以说才没打算告诉你啊，小姐。怎么办？两个人的想法都有道理。哎，没必要把你选进来吧？他很厉害的，迪纳泽代，这种事如果他和迪西亚联手，肯定哐当一下就解决了。这好吧，有他在我确实会放心一些。那我在城里等你们的消息，你们一定要安然无恙。谢谢你，小姐，能这么关心我。那走吧，
先去喀万邑见见赤光猎兽，我的兄弟们。你们一定要小心，我在城里等你们的消息，千万不要乱来哦。他们真的不会有事吧？嘿，迪西亚，你回来了呀。嗯，这两位是你的朋友吗？哦，那和我们一样了。既然有新人在，阿赫马尔之墟的事我简单讲讲吧。他们的路子很野，直接把搞钱的目标放在了自己人身上。不仅是一般的佣兵团，就连同属神王之仪的团都会被他们袭击。就算是凶猛残暴的野兽也会保护自己的骨肉和族群，但他们根本不管不顾。是的，从佣兵的手上抢了财物，他们会交给别的团或者黑市商人去转卖，一部分摩拉直接换成食物和武器，马上投入下一场暴力行动中。太过分了吧。是啊，这也让我们好奇他们如此渴望摩拉的原因是什么。前两天我和西沙姆去跟踪，还伪装成商人和他们交易，果然有不得了的发现。与其说是夺财，不如说是内斗。等等，内斗？嗯，因为在受害者中，神王之仪附属团的占比特别高。如果只是为了摩拉，对方应该是谁都行，不会表现出像这样的目的性。但如果解读成内斗，就能说通了。不过可惜的是，对方的口风很紧，我们没能拿到更进一步的情报。只是听说阿赫马尔之墟活跃的这几年，神王之仪一直在被削弱。确实很奇怪。接下来交给我们继续调查吧。但我没想到，我不在的这几天，你们就直接跑去套情报，这是不是太危险了？哎，这有什么，那是你老爹的团啊，我们比你还着急。是啊，再说了，你做的危险事儿可多了去了，我们这算什么。他们去交易的时候，我去确认了一下遇难者的营地，没有幸存者，活下来的人都跑了，营地里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剩下。西沙姆和哈拉夫，你们也来了。看见你回来，我俩马上就过来了。这里的新朋友看上去有点稚嫩，但我一下子就感觉到他身上有种不寻常的气场。你有了厉害的帮手，我们也放心。那我呢？那我呢？你也要一起去啊？当然了，我是他最重要的向导，他不管去哪儿，我都会跟着。那迪西亚，你最好照顾他一下。你是看不起我吗？别看他这个样子，他曾经也去过很多危险的地方，最后都安然无恙。就算都是偶然，所有偶然叠加起来也可以说很有本事了。原来如此，是我以貌取人了。哦，对了，迪西亚，等你有空了去和副团长说说你的日程安排吧。前两天我们招新，大家都是冲赤宗之师的名头来的，结果你正好不在，只有一群臭男人。副团长忙里忙外，最后效果却很差，没几个人留下来，他可伤心了。抱歉抱歉，到时候我给他带两瓶好酒，之前走得比较急，专门回来一趟不太顺路。不过他们的选择也没错呀，要是迪西亚不在这里，确实没什么特别的吸引力。要是副团长能想想办法，再找几个大帅哥或者大美人进来就好了。得了吧，之前我邀请了两个女佣兵来团里，
你们一个个像冬瓜一样坐在那儿，气都不会喘了，那种沉默很诡异的。本来他们都打算加入的，一顿饭之后就被吓跑了。那种事儿别再提了。还有这种事儿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当时不在吧？我不在吗？我错过了百年一遇的大好事儿，然后你们还不告诉我。哎，行了行了，等会儿再跟你讲，你别闹。啊，不是，你可别想应付过去啊！西沙姆还有你，赶紧过来讲清楚。你们一直都这样吗？是的，佣兵之间没那么多弯弯绕绕的规矩，一般都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，特别随意。要是对方惹你生气，那就骂回去，如果不解气还可以直接动手，但大家也不会往心里去，很快就过去了。这总比把意见憋在心里永远不沟通好吧。所以跟他们说话我也不会留情，该笑就笑，该骂就骂，挺过瘾的。在呼马伊家可不能这样。喂，你们几个等会儿再吵，先把情报给我。听见没，哈拉夫，先干正事。我绘制了一张路线图，你们在这里就能拦下帮他们销赃的商队。哎，先藏起来，等到晚上保证人赃俱获。好的，谢谢你们，顺便帮我和其他人问声好。放心吧。哦，你也要小心哦。我都说了，迪西亚带来那两个人都是和赤宗之师齐名的超级佣兵，那三个人站在一起气势别提多强了，我那是被吓的。哼，丢人。住嘴。也就是你不在场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，也就是你不在场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。需要买，我怎么偏偏错过了这档子好这事儿啊。哎呀，你在你也一样，谁不知道你啊。等下有点痛啊。看样子就在这里，我们先藏起来，等待时机。估计届时难免会有冲突，我们都要小心一点。放心啦，他很能打的。我当然不担心这个，我说小心的意思是下手轻一点，还得了解情报呢。他们好像来了，准备好了吧？速战速决，别给他们反应的时间。你靠太近了，拒收并蓄。使过这招。准备跳了。安如磐石。全都看见了。星星撤退了。可恶，后会有期。拒收并蓄。后会有期。血影如剑，
可恶！你是赤宗之师？看来不用多费口舌了，快交代吧，你们和阿赫马尔之虚是什么关系？他们要干什么？哼，佣兵拿钱办事，保护雇佣者的情报是最基本的原则。你觉得我会说？你这种画虎外行人或许还有用，说到底，这不就是为了捍卫你赚摩拉的信誉？但做生意还需要很多其他的东西，比如你的手、你的腿、你的眼睛。我给你5秒，仔细考虑一下，雇佣者的情报是不是真的这么重要？喂，我没跟你开玩笑，我很明白轻重，怎么做才最能让人痛苦？你还有最后2秒。哼，不劳你动手。喂，你疯了吧？他咬了自己的舌头，快找找货物里面有没有药品。真是没想到，幸好舌头受伤不重，他是痛晕过去的。他怎么会做这种事？我本来只是想和他斗斗狠，还以为和某些佣兵一样，不花力气就能撬开他的嘴，没想到即便选这么痛苦的方式，他也不愿意告诉我们情报。现在怎么办？他已经晕过去了，虽然能等他醒过来，但还是不要继续了吧。放心好了，像他这样再问一次也是浪费时间，还可能逼他继续伤害自己。这里有这么多货物，我们从这里着手查查看吧。我很抱歉。我们找到一张纸，上面写了好多名字，这是不是用来记录的东西？给我看看。既然是商队，记录账务必不可少。果然没错，阿赫马尔之虚、库塞拉、伊德里希、巴沙尔、提克里蒂，全都是熟悉的名字。他们在贸易中拿到了充足的食物、武器，还有药物，之前还有灌装知识。这个商队只是物资转运的其中一环，他们把赃物带去雨林换成钱，再把钱交到指定的人那里，指定人为他们送来物资，他们再带回来给阿赫马尔之虚的人。奇怪了，为什么最后送物资这里没有记录金额？没有金额？是啊，之前的每一笔交易金额都很清楚，但最后的物资只有送抵这样的简单记号。有点道理，可能是吧，但赃物能卖多少钱也不知道，他们做生意这么不在意零头吗？算了，接下来是物资的来源记录了，应该都是从雨林那边来的吧，有好多好多。啊！怎么了？沙扎曼·呼马伊，呼马伊，迪纳泽代下的那个呼马伊，有没有可能是重名呢？总不能姓和名都重合吧？
沙扎曼就是迪纳泽代的父亲，呼玛一家的老爷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抱歉，你说的对，我先缓一缓，先把信息整理清楚。根据纸条上的内容可以确定的是，呼玛一家为阿赫马尔之墟提供了物资。说不定只是正常的交易，呼玛一家不知情呢。也有这种可能，但如果只是正常的交易，为什么这个商队要专门向指定的人购买呢？直接在喀万邑或者奥摩斯港就能够购入这些东西。对暴力与劫掠行为的资助，而指定人拿到的货款则会被视为回馈。那动机呢？为了钱，迪纳泽大家根本不缺钱吧？不知道，我时常进出呼玛一家，并没有观察到什么不对劲的情况。要说摩拉的话，我只能想到魔灵病的治疗需要大量的费用，或许是要偿还借款，但这只是猜想。我认为老爷他还不至于要用这种办法赚取摩拉。小姐她不像是知道这件事的人，我了解她的为人，她不会对我们刻意隐瞒。可是我们现在要怎么办呢？需要调查的谜团又多了一个。在我看来，是已经没有退路了。没事，我相信老爷和小姐，现在做判断还为时尚早。我们回去见一见小姐吧，把这件事从头到尾都告诉她，看看她愿不愿意帮我们的忙。说不定，我们不仅能弄清这张货单的事，还能顺藤摸瓜，找到阿赫马尔之墟那帮人。这样真的好吗？也有可能得不到帮助，还走漏了风声。但就算这样，我也想告诉他目前的状况。我觉得这是朋友之间的信任。临行之时，他很担心我，我不能用怀疑和戒备回应他的真心，这不符合我的做事原则。那好吧，其实我也很愿意相信他。我们走吧，回须弥城。我们回来了，小姐。比我想象中快很多啊，看样子应该没遇到麻烦。怎么样，事情调查清楚了吗？其实还在调查中，遇到了一些比较奇怪的事。我明白了，线索是回到了须弥城这边，对吗？差不多吧。感觉你们情绪不高的样子，事情的走向果然不太好吗？要不然也和我说说看吧，说不定我可以分享一些积极的看法呢。不是的，小姐，没有在烦恼我自己的事。怎么说呢？果然有点不对劲，你们两个人从刚刚开始也不说话，太萌的话，
平时都会很有精神地朝我招手，喂，迪娜泽代，肯定是发生了什么吧？这个，小姐，接下来的事需要你有一点心理准备，是关于老爷的。父亲的事，我知道了，我会认真听的，不用担心我。父亲他把物资送去了阿赫马尔之墟。我们实在是一头雾水。我从不怀疑老爷的人品，所以更是百思不得其解。他为什么要帮助坏人呢？或许他只是偶然参与到交易中，对背后的事不知情。是的，我也这么觉得。哎，你也觉得？谢谢你们愿意告诉我这些，既然你们毫无保留，我也应该把我一直以来的疑惑都告诉你们。我以前觉得父亲会给我安排贴身保镖是为了看好我，让我不要到处乱跑，可是城里的30人团有那么多合适的人选，为什么父亲他会选上迪西亚呢？这个嘛，因为之前呼马一家需要护卫，就找了我们赤光猎兽，后来老爷说对我的身手印象深刻，说什么都要请我来当保镖，因为价钱非常诱人，我就答应了。那还是同样的问题，我父亲怎么会联系上赤光猎兽？30人团人手有限，或者是有熟人介绍，我之前没细想。我明白了，你是想说如果这一切都不是偶然。是的，一切看起来都顺理成章，但细想的话，这里面有很多难理解的地方。但如果父亲他一直和阿赫马尔之墟保持某种联系，迪西亚你会来我家就不是巧合了。不会吧，请迪西亚来当保镖才是目的。不，这也想得太过头了，我和我父亲很久没联系了，我做什么也都和他无关。但也不排除你的父亲单方面做了什么吧。这么看来，老爷他不太可能只是个不知情的受害者了吧。对不起，把麻烦引到了你的身上。你不用道歉，派蒙，倒是我应该感谢你们。无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，如果我父亲真的在资助恶人，我都应该尽早让他清醒过来。这样真的好吗？我父亲犯下了那么多暴行，理应受到责罚，我一点都不同情他，就算说我不孝也没关系。但呼马一家的人给了我待遇特别好的工作不说，还很照顾我，而这件事的结果很可能牵连到整个呼马一家，这样的话我不就是在恩将仇报吗？迪西亚。没关系，迪西亚，你就说是我要求你这么做的。别这样，小姐，我不是害怕承担责任，而且现在更痛苦的应该是你才对。还没到这种时候嘛，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？对，信任，这可是迪西亚你自己说的，在知道真相之前想东想西都没有意义。有道理，谢谢你们，我明白了，信任无论何时都很重要。那么能麻烦小姐你把老爷约出来，我们一起谈谈吗？好的，希望他能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。那我们老地方见。老地方？哦，我知道了。果然要亲眼去看才能感受到。您来了，老爷，我来介绍一下吧，这位是旅行者，身边是他的向导派蒙。
之前他们和我女儿做的事，我略有耳闻，今天有机会见到，也是我的荣幸。我们长话短说吧，重要的事情是指……先请您看一张交易清单，我们有一件比较好奇的事。果然是这件事，看来没有多少隐瞒的余地了。那老爷您能和我们解释一下吗？这是非常复杂的故事，我也不知道我的做法是对是错，但我能确定的是，迪西亚，这段故事对你来说毫无益处，还很可能会伤害到你。我？是的，我非常理解你们来找我的原因，你们表现出的正义感也令我感动，但知识绝不是越多越好，被隐藏起来的真相有可能会让人更加幸福，无论是我还是你的父亲库塞拉都希望这样做。你有知晓真相的权利，但我必须对你发出警告，这个真相可能让你人生路上累积的一切都化为被风吹散的黄沙，而库塞拉的心血也会在你追寻真相的路上化为泡影。他的心血？我不是很明白，老爷。我一路闯过来，可没有享受过那家伙的半分关照。我有我的信念与善恶标准，也有真实的人与事，这些都与他无关。况且，我是来帮助老爷的。在这件事上，我不会后退，也不会动摇。行吧，我明白了。那就听我说一小段故事吧。迪纳泽代刚出生不久，我们家有事要去一趟沙漠，结果在路上遇到了强盗，对方人数众多，我们的保镖都被打散，这时候是路过的镀金旅团救了我们，那就是阿赫马尔之须库塞拉率领的团。他们告诉我，抢劫我们的人也是镀金旅团。我很诧异，为什么这帮人不惜对自己人动手也要帮我们解围。库塞拉他笑了笑，走到我们身边，开始逗弄那时还是婴儿的迪纳泽代，差点把他吓哭了。还有这种事？他说帮助我们也没什么特别的原因，只是因为他的孩子和迪纳泽代看上去差不多大。我们顺着孩子的话题聊了起来，我能感觉他是个心地善良的父亲。为了报答他的恩情，我雇佣他的旅团到我们家帮了一段时间的忙，给了他们丰厚的报酬。居然是这样。再次见面的时候是很多年之后了，那天有人敲门，我一开始根本没认出他来。原本健康强壮的他变得既憔悴又虚弱，走路都得拄拐。怎么会这样？我走的时候他还很健康啊。我也不知道，唯一没变的是他爽朗的表情。他说不用担心，只是被人打了而已。他突然就问我，迪纳泽代已经长大了，是不是需要一个贴身保镖。那时候迪纳泽代的魔灵病愈发严重，很难有机会出门，当然用不上保镖。他就有一搭没一搭地说，他觉得有必要，总会用得上之类的话。我一开始还没听懂，直到他推荐了赤光猎兽，一个名叫迪西亚的佣兵。是他给你推荐的呀？他很隐晦地表达了他的用意。神王之遗里都是十恶不赦的恶徒，待在里面的人迟早会做坏事。他已经没救了，但他希望自己的女儿可以离身不由己的佣兵世界远一点。如果迪西亚能在我家一直做保镖，那他就可以远离沙漠，一点点变成普通人。所以父亲才开了那么高的报酬？也不完全是。从他拜托我的时候开始，我就已经把迪西亚当成自己的女儿了。所以迪西亚你说要走的时候，我怎么都想把你留下来，花再多的钱都行。因为库塞拉在沙漠里救了我和迪纳泽代，现在他把女儿托付给我，我肯定不能拒绝。那个家伙他总是这样自作聪明，自以为是。库塞拉说
他会出一部分雇佣迪西亚的钱，我坚持不收，但他还是经常寄钱过来。我心想，这也是他的一份心意，就收下了。直到几年前，我又收到了他的一封信，他请求我帮他购买食物、武器、药物，甚至还有爆炸物的原料。那不就是阿赫马尔之靴开始兴风作浪的时候吗？联系到那些不好的传闻，我也警觉起来，想要当面和他谈一谈，但那时候的他已经拒绝和我见面了，可能是不想牵连到迪西亚吧。我也想到了这一点，所以判断他实在是走投无路了，才会向我求助。于是权衡之后，我还是给他提供了食物和药品，危险的东西全都拒绝了。我知道，就算只是这样的帮助，也可能会间接伤害到他人，但我同样也无法对往日的恩人置之不顾。果然，这么做是错的吧？我只是对一些事情充耳不闻，选择了自己内心最轻松的做法而已。把他的行踪告诉我吧，老爷。如果他真的只是不想连累我，那现在做的所有事逻辑上都讲不通。如果他只是想和我撇清关系，那当初就不要随随便便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啊。不要难过，迪西亚，不要难过。我只是愤怒，完全搞不懂他在干什么。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应该不行吧，我做不到。但你说的有道理，真相还没完全揭开，我们还要搞清楚这几年他在干什么，想什么。我会帮忙的，你们父女之间遗留的问题还得你们当面解决。不过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，我只提供物资，并不想保持更深的关系。但清单上有个叫哲瓦德的人，他在30人团，听说以前是沙漠的佣兵，他负责提供武器，还会和商队接头，我觉得他应该知道库塞拉他们的下落。我听说他喜欢晚上一个人在酒馆外坐着喝点东西，吹吹晚风，你们可以去看看。好的，谢谢老爷。那您和迪纳泽带父亲的事就交给我吧。说实话，我现在脑子有点乱，还是没有冷静下来。父亲他确实是做了错事，但这件事好像也没有什么正确的做法。我觉得只能把所有的真相都告诉30人团，让他们来判断。无论结果如何，我都愿意承受，也到了承认错误的时候了。就是这个味道，太棒了！只要一想起这事儿，我就想笑。你们是？作为官方组织，把武器走私给沙漠的暴力团，你好大的胆子吗？嘘，小声点！你怎么知道的？你们跟我过来，换个地方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。这里应该差不多，
好了，你们到底是怎么知道的？这你别管，你知道这件事被上报之后会有什么惩罚在等你吧？哎，没必要啊，还没到那一步，我这不是打算和你们商量商量吗？你就只是为了磨拉？那段时间手头确实紧，以前库塞拉又给过我不少照顾，这一来一回，我没有理由拒绝这样的交易啊，又能帮忙，又能赚钱。我给你指条明路吧，现在我们正在调查阿赫马尔之虚，打算阻止他们的行动。假如你为我们提供了帮助，那我想之后对你的处罚应该也会相应的减轻一些。就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吗？我这次赚了不少摩拉，要不然你开个说。不行，我的耐心是有限的，佣兵是不是为了钱而来你应该一眼就知道。哎，好啦好啦，真是的，那你们到时候一定要给我作证啊。他们的营地一直在换，上次我送货的时候他们在沙漠的这个位置，你们去看看吧。不过我先说，如果他们不见了那也不怪我。行啊，那为你作证这事也别想了。喂，怎么这样？不然怎么保证你没有撒谎？搞清楚，你没有和我讨价还价的资格。好好好，我知道了，你们先去看看吧，要是他们不见了我再帮你们想办法。这还差不多，我们走吧。你就老实在城里待着，别到时候还要我们找三十人团的人把你抓回来。放心，我不会乱跑的。真倒霉啊，怎么是被他抓到？看来我们运气不错，就是那个营地。走吧，去把所有的事都问清楚。让库塞拉出来，我要见他。迪西亚，怎么是你？小千手，自己智慧之电，全力以赴。剑出，影随，开打吧！糊涂事已经做够了吧？你也是来阻止我们的吗？这件事和你没关系。嘿，一直升！固若金汤，可别眨眼。好，好厉害！再打下去也没用，大家都互相认识，我也不想撕破脸皮。快让库塞拉出来见我，别再躲躲藏藏的了。听不懂我说的话吗？还是说没打够啊？行了行了，就这样吧，都冷静一下。团长他没办法见你，迪西亚，他早就死了。什么？
看来你是完全不关心这边的消息啊。不过这也是团长生前的期望。那是什么时候的事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几年前，库萨拉团长一个人去了神王之遗的总部，还解散了阿赫马尔秩序。难道说就是你们开始闹事的时候？我们更愿意称他为复仇。神王之遗的家伙必须血债血偿，一个都不留。还是我来从头讲吧。迪西亚，你知道神王之遗的老大是怎么维持内部秩序的吗？压倒性的武力，还有不容置疑的威严。确实如此。但光有这些还不够，他们还有另一个武器，名为暗敌。神王之遗的人，无论是自愿加入的，还是被迫效忠的，都必须留下一次记录，肮脏的，不道德的，罪无可恕的记录。这既是忠诚的象征，也是要挟时的底牌。是的，无论是我，还是巴沙尔、提克里蒂，陪你一起长大，还有后来加入我们的兄弟，无一例外。但是迪西亚，你从来没有被要求去做这样的事，对吧？我根本就不知道还有这种要求。身在神王之遗却不知道这件事的人，恐怕只有你一个了。从你出生开始，团长就一直在保护你，不让你接触这个组织最黑暗的规则。不但如此，他还禁止了我们所有人去做坏事。总部要求定期上交的摩拉，他会自己想办法。但他也就是个普通人，能有什么办法？因为份额不够，记录提交也不及时，他一次次去总部求情，找借口，然后挨打。我们都知道，团长这么做全是为了你。他无论如何都要把你从这里送出去。所以他伤痕累累，还要拄拐杖，都是因为这个。不对，这说不通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也没见过他挨打受伤啊。究竟是挨打还是战斗受的伤？那时的你还那么小，分得清楚吗？当他和你吵架，你父亲离开家之后，他一晚上就像老了十几岁，白头发都长出来了。所以赤光猎兽也是。他安排的，不然你估计走不出沙漠就被晒干了。几年前，团长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。他说他要去总部，我们以为他又得去挨打。我说要不然把团长的位置让给我，但他说没必要。阿赫马尔之虚马上就能解散了。我没听懂他的意思，但晚上我们听说总部起了大火，记录被烧得一干二净。大家在那个晚上都获得了自由，不只是我们团，很多饱受迫害的佣兵都逃走了。但我们这些知道背后发生了什么的人，怎么可能安心地离开？团长不能就这么白白牺牲，是总部的那帮混蛋夺走了他的生命。在那之后，阿赫马尔之虚就变成了一个复仇组织，因为团长的一把火，总部元气大伤，我们正好有机会展开进攻。就算实力依旧悬殊，我们也必须把复仇的愿望贯彻到底。总部的有些人隐姓埋名，藏到了其他佣兵团或者雨林那边，但我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，这是他们必须付出的代价。我们这边也损伤惨重，因此需要大量的食物、武器以及药品的支援，所以只能把战斗后能够搜刮到的东西换成摩拉，去做物资的交换。我们尝试利用团长生前的人脉，伪造笔迹，寄出了很多信件，所幸有不少人愿意帮忙，很多志同道合的佣兵也加入了我们。我们咬着牙打赢了一场又一场不可能的战斗，神王之遗被一点点削弱，直到现在
我们终于有向他们的总部发起进攻的机会了。这我已经不知道怎么是好了。这种道理我们都知道，但我们本就是罪孽深重的人，配不上团长抢来的自由。团长他呀，最喜欢老掉牙的英雄故事，牺牲自己拯救世界什么的，我们总是笑话他。可是呢，最后他真的做到了。我不是要自诩英雄，我们都是最肮脏的生命，没那个资格。但是故事里不就是这样吗？主角的精神感染了被拯救者，越来越多的人挺身而出，我们可能就是笑话着笑话着沉进去了。怎么都想把这场故事演完。抱歉抱歉，迪西亚，你小时候就觉得这很丢人，当我刚刚在说胡话吧。我们一起去吧。哎，迪西亚，你要帮他们？他们从小陪我一起长大，我知道他们都不是坏人。然而事情到此，善恶已经太难评判，但我知道神王之仪是一定要毁灭的，而且我想去看看父亲他还在不在那里。你们不想参与进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，我一个人能行。是啊，我也觉得如果不看到最后总觉得有很多遗憾。谢谢你们，这样我们的战斗力就更强大了。库塞拉团长如果知道你最后还是参与进来，估计会气得跺脚吧。但以我们现在的伤情，也没办法拒绝像你这么强的援手。他的想法怎么样都好，但至少我不想继续欠他人情。算是结束了吧。算是结束了吧。我的儿子。太遗憾了，最后一战居然不能一起去。你们一定要加油啊。神王之仪马上也要成为历史了。等下有点痛啊。
是这里吗？路上好像挺顺利的。嗯，他们应该已经没有监视与防守外围的能力了。哇，没想到里面是这副样子。他们应该全都龟缩在这里面，不知道还剩下多少人。管他们有多少，全部抓起来就行了。还是要小心，就算是强弩之末，掉以轻心也是大忌。是啊，到底有多少本事，碰一碰就知道了。不管神王之仪这名字曾经有多威风，现在都不足为惧。哼，更何况有你帮忙。我来带路吧，我曾经来过这里一次。收并蓄，小天神，去吧！还不够！剑光如我，斩尽无杂。行行，撤退了，撤退了！还要跟我赌吗？安如磐石，天理长驱，全都看见了。想躲到哪儿去？是影如剑，哼！附身地球吧，无处可逃。不用留情，真是记住你了。把牙咬轻点。可恶，就是这边，兄弟们跟我走，冲过去就到了。哦，等等，不先观察一下吗？喂喂，你们没事吧？好像只是关起来了而已，没有触发什么别的陷阱。小心前面有敌人杀过来了。
既然如此，只有强行突破这一种选择了。不用管我们，这种情况我们也有心理准备了。你们找找看，还有没有其他的路？冲啊！不能给团长丢人！我们快找找还有没有路吧，能早点过去帮忙也好。我看看，那边看起来有条路，不过好像被堵住了。去试试那个机关吧。嗯，走。聚收并蓄。慢言吧，知识与你分享，请看好了。开打吧！和刚刚的机关有点像，但中间被挡住了。也就是说，调整一下就行了吧。
动万象。准备跳了，呀！不用留情，撑得住吗？居然真的有人能从那边闯过来，真是让我意外。不过沙漠子民总是和意外相伴，我们也早就习惯了。废话少说，你已经没地方可以逃了。逃？如果要选这条路的话，我有无数的机会。我亲历了神王之一最辉煌的时代，就算能苟且偷生，此后也只剩下无尽的折磨。留下来的兄弟都认同一句话：伟大之人不应有坠落之后的记忆。哼，看来你是想要殊死一搏了。上吧，让他们见识一下赤王大人留给我们的恩赐。对手再怎么强，也只有两个人而已。余波上前，直接消灭他们。子集，智慧，这支舞献给你。剑出，影随。真是，可以了，这可恶，后会有期。安如磐石。开打吧！别以为你们赢了，这才刚刚开始。聚收并蓄，此乃天道。真是来了呀！看，剑光如我，斩尽如砸。神王大人不会抛弃任何一位信徒。固若金汤，撤退了。在这儿，打垮你！撤退了。一起上，剑出，影随。兄弟们，跟我上！剑行视野的时候到了。你们不想要命了吗？本来就没有这种打算，谁都没有。发动舞吧，全力以赴。大之王，安如磐石，已经准备好了。再见了，梦想无处可逃。发布命令的人总算倒下了，但他们的攻势还没有结束。这地方像斗兽场一样，继续打下去也没用啊。来吧，继续上，无需畏惧，无需退缩，这是我们最后的阵地。下一波敌人冲上来的时候，你吸引他们来攻击你，我试试看能不能直接砸掉上面的高台。
替我闪开！米沙勒，滚出来！正面也被突破了呀！对不起，米沙勒大人，他们根本不要命啊，怎么都砍不倒。看来时间已经用尽了，该算总账了，米沙勒。你以为我会给你们这个机会吗？就让我和这即将熄灭的光辉一同埋入黄沙之中吧。喂，等等，没赶上，胜负已分，再打下去也没有意义。如果觉得还是佣兵的气节比较重要，我不介意也给你们一顿毒打。喂，比西亚，我找到激光了，我现在就放你们上来。我们走吧。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？为什么要一直盯着我们咬？堂堂神王之仪，名声这么响，都被人打到老家了，连打进来的人是谁都不知道。你们就像老鼠一样狡猾，东咬一口西咬一下，抓又抓不住，谁知道你们要干什么呀？喂，库塞拉这个名字你还记得吗？不知道，我又不是老大。再给你一次机会。说了不知道，我只是个小跟班，我还能说谎吗？来找人的，你们去翻翻档案啊，团里进进出出那么多人，谁能每个都认得？滑稽至极，他的生命对很多人无比重要，但对某些人来说却一文不值。我问你，档案是在哪里？就在那边，所有档案都放在里面，你们去查，反正又没什么用处。我说旧的。旧的？你说被烧掉的那个？库塞拉，我想起来了，是他，那个瘸子。放尊重点，那是我们的团长。他绝对是装瘸，看他那副磕磕绊绊的样子，卫兵就掉以轻心了。带他去上厕所的功夫，他就溜掉了，跑去档案室放火。一个健全人都追不上他，怎么可能啊？在那之后，神王之仪就彻底失控了。别废话了，他做了什么？我们这里每个人都比你更清楚。快说，地方在哪儿？就在那边，你们想去看，去就是了。但里面除了灰，什么都没有。那么大的火，人早就烤化了。巴沙尔，提克里蒂，我们一起去，剩下的留下来看好这帮人，要是敢乱动，不要留情。全都看见了。
我知道的都说了，能别找我麻烦了吗？没一个正常人。小牵手。没一个正常人。这里就是他最后留下的地方，他是怎么做到的呢？一瘸一拐地躲开看守，潜入这里放火。你们说，他既然这么灵活，就算这里着火，也能顺利逃出去吗？迪西亚，抱歉，如果是那样就好了。我们四处找找，看看有没有剩下什么吧。拐杖，应该就是那个了吧？库塞拉团长，谢谢你做的一切。拐杖在大火之后能留下来，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。我们再分头找找看吧，说不定还留下了其他东西。但还有什么东西，连火灾都不怕呢？小时候的玩具剑吗？林中盘踞的巨龙已经被迪西亚公主斩杀，龙头高悬于沙城之上，他的勇武将使我等永享和平与昌盛。来，快，最关键的一句台词。你来吧。打败巨龙的是你哦，大家都想听你说话呢。这么紧张，算了，我来吧。我在此宣告胜利，以后不会再有恶龙了。哇！我在此宣告胜利，没有恶龙了。怎么了？你以前问我，如果我突然变成了富翁，我会想干什么？我说会买很多很多好吃的和好喝的。你一副不理解的样子，但还是说我可爱。机会难得，嘿嘿，这回让你感受感受派蒙的吃喝生活哲学。两份心意，但只花一份钱，多好！总之，你随便吃，心情肯定一下子就会好起来。
伊纳泽大爷知道我们回来了，马上就来。谢谢你们，说实话这样一点都不像我。一路上我的心情很复杂，不知道开口说什么。我的胸膛被各种各样的激烈情感填满，比之前的冒险都要强烈。但当事情画上句号的时候，他们都消失了。我也比任何时候都感到空虚，就像是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那样。对佣兵来说，最看重的就是摩拉，但或许我们最不看重的也是摩拉。伊德里希他们总把不发工钱就散伙挂在嘴边，但帮我父亲复仇可拿不到一分钱报酬。最喜欢英雄故事的父亲竟然是个坏人，这件事让我幻灭。但我又何尝不是一样，口口声声说绝不原谅，永远不试图理解，却还是执意调查真相，还差点掉下眼泪。我们总是这么表里不一。是啊，可惜往往是在无可挽回的时候才能确认真实的情感。你们回来了，都没事吧？啊，你来了呀。三十人团那边来了好多人，我也是刚处理好我父亲的事，接下来就是等待调查结果了。哎，迪西啊，你看上去很没精神呢。我来讲吧，这一路上发生了太多事。对不起，我太不冷静了。可是，没事了，小姐。你这么伤心，我反而有点内疚了。你也是受害者，但你肯定比我难受很多，不应该让你来安慰我。不用在意了，借这个机会，我也终于看清了什么是幻想，什么才是现实。我父亲大概觉得，只要换了个环境，人就能心安理得地接受新生活。有那么几个瞬间，我也觉得，接受新生活好像也没什么关系吧。可是我的潜意识始终无法平静，我甚至为这种躁动而困惑，为辜负老爷的好意而内疚。现在看来那是当然了，因为平静都是谎言，风沙始终都在我的血中流淌。你的想法我能理解，但还是有一些改变。比如接下来我可能会做一些没什么赚头的工作，就像我父亲的兄弟伊德里希说的那样，现在我也想去追上父亲的背影，成为故事里的一员。最后的结局这么幼稚和滑稽，但好像也无所谓了。挺帅的不是吗？不畏摩拉的佣兵。吃完东西之后转换一下心情吧，再去一趟大巴扎怎么样？对了，我记得你打算给家里挑地毯。我们也去。真是谢谢你们一路上的关照。家的地毯相当不错，做工精细，材料也用得很好。终于找到了，你们在这里。你不是那个咬了舌头的佣兵吗？原来你还能说话。不对，难不成你是来寻仇的？做什么呢？我哪有那个本事？我是来送东西的，
等会儿就去投案。我醒过来之后，就赶忙去了阿赫马尔之墟的藏身处，想给他们报信。结果除了腿脚不便，还在养伤的团员之外，其他人都不见了。那应该是在我们走了之后吧？他们说复仇已经完成，团里的人都去投案了，这个藏身处也很快会被调查。我本来也是为了偿还库塞拉的人情，既然现在大家都去投案了，我逃走也没有意义。受伤的那个人给了我这个箱子，说里面是库塞拉的遗物，营地里的东西肯定都会被搜缴，如果不交出去就没有机会了。谢谢你。没事，大家都在为自己的信念而活，不必评价谁对谁错。这个箱子就是迪西亚的父亲留下来的东西，比想象中要少呢。他只要有钱就会拿去享乐，吃肉喝酒什么的。还是打开看看吧。这都是些什么啊？不都是破烂吗？而且有点臭。或许只是放的时间比较久了。手抄的故事书纸都泛黄了，感觉翻两下就会散架。以前私下持有书籍是不符合教令院规定的，既然都违反规定了，好歹抄点有用的东西啊。说明他真的很喜欢吧。还有几包小孩子喜欢吃的零食全都碎了，臭味应该就是从这里发出来的吧。是买给你的吗？我不喜欢吃啊，小时候就不喜欢。他说给我买的，结果每次他吃的比我都多，而且吃的东西不能这么放，这不是常识吗？算了，我看看还有什么。剃须刀、纽扣、圆铁片、拼装木头人、毛线围巾，好像是女款，还有个发簪，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啊？我突然有点怕。对不起，小姐，他就是这种人，估计他把箱子当成垃圾堆了，什么都往里放。空着的酒瓶，一个，两个，你们说，正常人会留下这种东西吗？咦，这个瓶子里好像有东西啊。真的？倒出来了，好像是一张写了字的纸，不过下面都受潮了，希望字迹没有变模糊。喝完了这瓶酒，突然想写信，但写完就放进瓶子，忘了就算了。写给迪西亚，居然是写给我的吗？没关系，先念念看。他如果写信，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想说，至少是希望记录下来。最近身体越来越差，别说出去玩，连走路都不得不拄拐。估计我也没几天了。如果你能看到这封信，我应该已经不在了。哎呀，小时候的你多可爱呀，每个人都喜欢你，不管你哭还是笑，大家都很开心。但稍微懂点事就没那么可爱了。肯定都怪伊德里希他们，成天不交好的。说什么呢？罪魁祸首到底是谁啊？哦，不对，正是，正是。我写这玩意儿的目的，就是告诉你，万一你什么都知道了，也别为我伤心。因为呢，其实我呀，压根儿不是你的父亲。啊？他在开玩笑吗？我也不知道。我年轻的时候可厉害了，比什么赤宗之师厉害100倍。上天入地无所不能，
感觉只要努努力，就能把整个沙漠都收入囊中。结果呢，有天我一个人在沙漠里喝酒，看见了还是婴儿的你，躺在那里，小小的，小到风沙再吹一会儿，就能把你埋进去。可是你的哭声很响，吵得我难受。回想起来，真是活力充沛的生命啊！看来似乎不是玩笑。后来，我就和伊德里希他们说，我在外面犯了点错误，他们居然没怀疑我。啊，骗了他们一辈子，真是抱歉啊！我也是迫不得已的。我是他们的老大呀，总不能对他们说，我只是突然想当父亲了吧？刚喝下去的酒都快呕出来了。好了，迪西亚，你有我们梦寐以求的自由与善良，接下来的人生自己选吧。正文结束了，真是的，到最后也把我当小孩子看。不然可能就像他所说，我在婴儿时代就在风沙里窒息了。他是个好父亲，这一点和血缘与身份都无关。可惜是以这样的方式了解到全部的真相。他希望你做出的选择，你有想法了吗？他说他曾经是在风沙中捡到了我。我想试着去找找那个遗弃我的人，不为其他，只是想告诉他有这样一段故事。曾经有个吊儿郎当的、喜欢乱来的、既幼稚又伟大的人存在过，我也有机会成长为现在的我。能把线索分享给我们吗？我们经常去冒险，说不定就能找到什么相关的情报呢。好啊，谢谢你们，没想到你们这么热心。我也会帮忙的。谢谢，太感谢你们了。虽然从小到大一波三折，但我觉得我挺幸运的，至少一路走来身边都是你们这样的好人。等下有点痛啊。